期韩国 MERS 疫情持续升温，但韩流的狂热似乎丝毫不受影响。韩星仍前仆后继的来台捞钱。今日下午，韩国超红男团 XO 低调抵台，为明后两天的小巨蛋演唱会做准备。但有鉴于之前 XO 来台，粉丝因太过兴奋而造成大规模推挤，此次主办方特地帮 XO 申请了机场 VIP 通关。意外形成 MERS 爆发后，首个与台湾粉丝自主隔离的韩国团体。有平面媒体拍到 XO 下飞机时，全员皆戴着口罩，直接从空桥下飞机搭专车前往商务中心，接受体温筛检及自主健康管理的宣导。有网友建议 XO 来了台湾就别那么快走，刚好趁疫情高峰时离开首尔避避风头兼捞钱，真是一举两得啊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